娱乐转圈圈，明星快报报。大家好，我是祥子。迪丽热巴主演的《长歌行》正在热播，由于参演演员的强大阵容，该剧一经播出就受到了网友的关注。最新播出的剧情中，迪丽热巴饰演的女主李长歌因为徒弟惨死而悲痛不已，而迪丽热巴也在这一部分的剧情中通过一段哭戏表达了对于失去信任之人的痛苦，引起了网友的大面积讨论。虽然剧中对迪丽热巴的这一段哭戏做了一个特写，但是有网友表示，虽然迪丽热巴看起来很投入地在表达自己的痛苦情绪，但是眉头紧皱极其痛苦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夸张，非常不自然，似乎有些演绎过度。甚至还有网友将其与杨颖之前的哭戏进行了对比，一直被诟病演技的杨颖似乎更胜一筹。但是也有迪丽热巴的粉丝表示，在播出的剧情中，女主李长歌唯一信任的人惨死，要与至亲一样的人生死离别，那是一种难以抑制的痛苦，所以看似夸张的演绎其实非常贴合当时的故事情景，与杨颖的哭戏没有可比性。其实该剧从最开始官宣到如今播出都饱受争议，最开始迪丽热巴和吴磊的姐弟组合让网友大哭没有 CP 感，剧情播出之后，迪丽热巴在剧中的装扮也受到了不少诟病，由于迪丽热巴的异域长相很容易给人一种男相的感觉，之前在三生三世系列中的软萌装扮还比较扬长避短，而该剧中的扮相则将迪丽热巴的长相短板暴露无遗。除了演技和颜值的争论外，该剧还在剧中穿插了漫画，更是开了古装剧的一个先河。有网友表示，长歌行本来就是漫改剧，所以在剧中穿插漫画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点，但是也有网友表示，在古装剧中穿插漫画非常突兀，而且直接用漫画替代剧情，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剧组和演员的一种偷工减料行为。况且穿插的动漫一点也不高级，就像是一个 PPT， 可以与杨颖在孤芳不自赏的抠图相媲美了。不得不说，杨颖在孤芳不自赏播出之后就遭遇了演艺事业的滑铁卢，哪怕粉丝百般维护，网友还是一致对杨颖的演技和演戏态度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抵制。在演艺事业遭此重创后，杨颖也有意扭转风评，在参演摩天大楼后，粉丝纷纷夸赞杨颖的演技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剧中的哭戏非常有深度和感染力，就连章子怡都公开表扬杨颖的演技。但是部分网友并不买账，认为杨颖只是比着之前的瞪眼式演技有了一点进步，但还完全没有到可以夸演技的地步。从迪丽热巴和杨颖关于演技的争议可以看出，现在观众对于影视作品质量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不会再轻易因为喜欢某个明星就可以容忍演技剧情方面的短板，观众在审美方面的进步对影视作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对演艺圈的发展起到一个正向的推动作用。希望所有的演员都能够用作品和演技说话，精心打磨自己的演技，在作品中沉下心来，这样的话中国的影视界将大有可为。这篇报告完了，顺手点个赞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谢谢。